为何他们意见总是那么多 Hey bro, something about me 零散的信息轰进脑袋就像加特林 4, 3, 2 and 1 放慢步伐你也未必感到伤你又走不进我一个人的世界你怎么可能理解你不必理解总能听到他们各种建议在我的周围响起搞不明白他们对我偏离还是偏低逐渐的自我怀疑内心不愿被他们代理做不完的选择将我不断牵扯把我淹没逐渐卷入这个漩涡平坦的路要颠簸但是冰山也会有烈火受光那些眼球全动在我的停留动在挑飞接受我又不是个木偶出你的卷流被用在推波逐流被漏掉的灵柩它就在你的身后游荡在这银河里追寻自由的轨迹你记得宇宙里被铺满点点繁星满天火光慢慢堆积不断提及又在规避彼此引力逐渐加剧他就是主心但我究竟过敏你倒是开心了但我会在急救中心谁不愿享受这场演戏但落在眼底的酒杯就像天敌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为何要去配合你所谓的规则各种的建议想让我能够听取我只是愿意听但不一定去比如那我你给他飞我听那我你给他睡我听一批不可叫纳米科学人一概叫来自火星喂可是我不我想去没得不来呀又比如你可以改造进退你可以改造进退应该给每一种发光就像飞机星对我是那天空的流星当你抬头仰望划过你头顶划过你头顶不断提进又在改变彼此引力逐渐加剧彼此引力逐渐加剧放慢步伐你也未必感到伤你又走不进我一个人的世界你怎么